丝也太肥了，300块，我靠，你干什么？我家这个下路挺能送，他不帮我开野吧，这下路还让德莱文给砍死3次，我都不知道该咋帮了。就这波我下来，咱家这个下路能不能上来开一下？咱万豪能不能上来 E 一下？你交个 E 行不行啊？我操，你们留着 K 头呢，这万豪他不交 E 呢？不交 G 呢？这血量有点危险啊！等我回家买完装备，皇子没了啊！这波下路干个成功，拿到了小1000块。哟，没烫死！一个300泽拉斯加一个600的德莱文，900块。回家买个装备，出来就直接秒杀皇子了。他带致命节奏的皇子呢，很脆，没有恢复能力。在他攻速还没有叠起来之前，我就可以一套带他走。好，回家买装备，1700块，消费一下。差一组野怪升6级，出来直接秒了，把这个皇子给他秒掉，不跟他搞些奇奇怪怪的啊，说秒咱就秒。我啥时候带崩上路了？上路我都没去过。这鳄鱼说啥呢？我这个打野还不做事啊？全场就我做的事最多呀，兄弟。你看看全场，我皇子只有一个助攻，我俩人头，对不对？咱家三个人头，我参团率66.6%，我还不做事啊？他的意思是我第一波我把皇子引过来的，啥叫我把皇子引过来的？那皇子自己进的我野区，我又没有去野区找他，皇子自己来的，我又没有邀请他来我野区。好，回家买个木刃。
这野区怎么看不到皇子呢？别让我看见，看见直接秒。你可别让我逮到，逮到我就把你秒掉。哈哈，你在搞什么东西啊？你这小皇子，这不是你进我野区的时候了，说答没说你是不是？啊，给你能耐的，给皇子吓完了，你知道吗？皇子直接把异技能放自己脸上了，然后交闪现跑，他可以 EQ 走加闪现随便守的。我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批评一下这个上单了？那怎么又死了呀他？先锋放了，完了，我靠，哎呦，这会被他 Q 到，这么远吗？感觉距离不够的呢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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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的话上路也零杠二，下路也零杠四，就剩我和中单，我俩这波还被双杀了。完了完了完了啊！你爹我三人头一助攻，你他妈一直被单杀，你一直被单杀，怪我不做事，我做的事是最他妈多的，你是干。你搞鸡毛啊你！你看这个人，我都不爱搭理他。我一跟他说话，他就哦，然后呢？哦，然后呢？哦哦哦！哎呀，我真不想理他。他就你不说话，他就一直说你。然后你跟他说，跟他讲道理，他就哦哦。哦哦，然后呢？所以呢？哦，我就真不爱跟这种人聊天，就聊不了。对付这种人就什么呢？他跟你说啥，你也哦，哦，哦，呵呵，就完事了，就他就气懵了，你知道吧？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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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哎呦，虚弱。快走吧，莫甘娜来了，快走吧。再不走黄花菜都凉了啊，赶紧走。行了，你走不了了。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。
先回家吧，回家买波装备。这把赢是有机会的，但是说实话，这个队友啊，除了中单没啥好玩啊，你知道吧？我不太想带他们赢，尤其是这个鳄鱼，欧欧流鳄鱼。然后下路两个人呢，也是一直吵架。哎呀，你搞什么东西？你浅浅的微笑，减速，有闪，是甜甜的爱情，爆摔，爆摔他，我到这个位置阴手，逮到，孤立无援，秒闲是吧？他没闪，没虚弱。哎，怎么又有虚弱啊？哎呦，我服了！哇，他怎么每波都有虚弱呀？他上波不刚教我闪，教我虚弱吗？又有了，很烦，讨厌呢。做个水银鞋吧。我想起来了，他是上上波交的虚弱，然后上波交的闪，这波交的虚弱，他一波闪一波虚弱，一波闪一波虚弱，这么轮番交的。换不了，他套虚弱了，减速了，换不了了，想换也换不了了。出夜刃吧，不用出守地者。有，来了，是甜甜的爱情。哇，这莫甘娜就定我是吧？别人都不管，就管我。这有眼，来小龙集合。哟，好吓人啊！我先吃个果盘啊。减速一下，小龙集合，小龙集合，中单冲上去了，有没有晕儿？有没有晕儿？小龙，小龙，小龙，是甜甜的爱情。
他这德莱文能杀不？好像这个河道全是眼啊。他这把视野做得很足的。哇，好多闪现啊，真受不了。我真受不了一点，每波都有闪。下波我跳泽拉斯，泽拉斯又有闪了。没办法，因为这个下路上路炸得有点狠，所以对面在杀我们队友的时候是不需要交技能的，技能都可以留着给我这边。是天边的星，小龙给眼啊，有没有给眼做眼的标记？需要眼，需要做眼。我来个眼扩建吧，感觉对面做视野做的很多的。做眼，做眼，做眼。就这把往后期拖我是不怕的，我这边带的攻击力符文，绝对专注加风暴聚集。因为你每个害羞的反应，不跟他打啊！这波泽拉斯有闪现，不搞他。哎，说实话，我真想把这泽拉斯给他做掉。他这波没虚弱了，应该。我可以让他闪不出来，直接给他秒了。但是他做近身了。哎呀，这泽拉斯也太肥了。300块。我靠，你干什么？哎呦，我的妈呀！哎呦，哎呦，这么恨我？给我杀！这还有个莫甘娜没闪呢，点他就行，追他，他没闪现 ，A 他，追他，点他，点他，点他，这平 A 伤害太低了呀，哥们儿。行了，你应该是追不上了，蛮王过去了，拉倒吧，收了神通吧，大圣。小龙集合一下吧，这把对面对我这有点针对呀，该说不说，他家在我这边交闪现交的是真利索，就咔咔一顿扔闪。我队友这把可能挺纳闷儿，你知道吧？我队友打游戏说：“哎呀，这打了20来分钟，怎么没见对面扔过闪现呢？”是全在我这儿呢。绕个后啊。这红 buff 还在，没事，偷个红 buff 问题不大。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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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绕后抓蛮子。哎呦，他们这波有可能会开大龙啊！减速拉扯他，减速 Q 一下。来守大龙，守大龙，爆摔了，摸一下，别急，隐身，我又让他给我定住了。你这个小兔崽子，你个小兔崽子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又闪现了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我真顶不了。行，这波4打5团战打了个零换五，感觉游戏结束了呀。这就赢了，因为我们这波鳄鱼都没来，4打5的。万豪这波其实立功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一个人顶着4个人直接往前爆摔，对面吧就怕这种虎逼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家万豪本身装备就不好，
直接虎臂往上一开，对面懵了，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想打万豪，他们想把技能扔给我，但是万豪逼他们呢，他们又不得不扔技能，所以对面整个团战打的会非常混乱。回家买装备，我们再攒个异族野怪吧，攒异族野怪回家买个夜之风刃。虎逼是啥意思？虎逼就是虎，是虎啊。哎呦，我这钱不够吗？我还差一组，钱不够。好，夜之风刃。以为你每个害羞的反应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小誓言让他们卡的。得亏是出夜刃了呀，兄弟们。减速。哪里跑？哎，我怎么感觉这一幕我似曾相识呢？以前好像梦到过。过来打大龙来。哎，我感觉这一幕我似曾相识啊，就以前好像经历过这一幕呢。就这波团战我好像以前打过一次这波团战。什么玩意儿啊，达利园效应。好，回家买装备。噔，你是不是没死过呀，兄弟？说他没说你是吧？没死过。他家一个泽拉斯，一个新的那叫什么莫甘娜，这俩人是可恶心我。小小鳄鱼啊，出去看伤害，懂不懂？麻花的，把它解开。哦哦，刘鳄鱼，我估计这个人他会说什么？他会说哦哦哦。哦哦。